呀，你轮转天气风湿骨痛好辛苦啊。奶奶，我啱啱买咗一个最新科技嘅太空小灵晶，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噶，咁就唔怕风湿骨痛啦。哇，咁好噶，咁啊买多个分享下俾阿姨婆啦。太空小灵晶可以喺六创意健康店买到。电话2882-4848，网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今次介绍的疗剂是橙蜘蛛 Orange SpiderFeridion Curasavicum， Feridion Curasavicum， 我叫做 Feridion， 橙蜘蛛 Orange Spider。 这个橙蜘蛛呢是通常呢是在西印度群岛有叫 Caraco 那个岛那里、容易找得到，还有呢它通常呢会在寄生在一些居住在这些橙树那里的。好啦，咁当然呢啲蜘蛛係非常之毒嘅。咁、佢主要嘅症状呢就记住呢係对声音係极度敏感，啲声音直情穿透身咁样嘅。咁呢就会出现一啲非常之敏感嘅神经系统，加上个人呢就好虚弱啦，震抖啦，冻啦，焦虑啦，昏昏啦，同埋呢就有好多时候呢会出现嗰啲係冬飙冷汗嘅。咁、这个蜘蛛毒呢通常呢会令到我哋身体嘅神经系统呢神经係极度之敏感嘅。咁佢会影响我哋嘅牙齿，亦都会出现嗰、那个恶心作闷啦，又冰冻又痛，周身痛嘅，嗨亲嘅地方都痛嘅。咁所以除咗个对声音係敏感呢，其他身体呢好多地方呢都係特别敏感，接触触摸佢係都好敏感嘅。对一啲肺痨倾向嘅人都有帮助。咁其中有包括嗰啲 cricket 啦，係驱流病啦，嗰啲係肺痨嗰种嘅其中嘅病类啦。个人缓晕啦，嗰、那个恶心头痛啦，咁心脏嗰度呢有种异常嗰种嘅不适，嗰种嘅痛。咁其实啦，蜘蛛呢係一种蜘蛛毒啦，咁亦都好多时候呢係会出现我哋嘅心脏嘅症状，譬如心脏嗰、那个心脏病发。咁通常个症状呢嗰、那个心部嘅部分呢好焦虑同埋痛啦。
OK， 喺心嘅部位，尖嘅痛咧就會射落嗰個手臂同埋左嘅個肩膊嗰度嚇。咁呢都係比較上咧係好典型嘅。咁脈搏咧就會開始慢咧，同埋有緩暈。咁呢個所以都可以話咧係應用喺啲心臟嗰啲嗰啲嘅症狀嘅。咁主要就係嗰個脊椎特別敏感，骨頭咧就攰爛啊。對於會攰爛嘅骨頭啊，骨咧就好似咧就好似斷咗嘅啊。咁好似好軟弱斷咗嗰啲骨，咁亦都係可以幫助嗰、那個中風啊咁樣喺青春期或者嗰、那個更年期咧嗰啲嗰啲招嗰啲血脂底理嚇，咁、但記住咧，佢症狀你點睇到嘅咧？即係佢係啲特別對聲音好敏感噶，出現啲血脂底理，咁嬰兒咧係消瘦啦啊，咁同埋咧就出現嗰啲腺體嗰啲嗰啲脹大啊，咁身體好多唔同嘅結節啦，咁特別咧喺嗰個臀部嗰個位置嚇，咁亦都會出現暈船浪嚇。咁左邊咧就比較上咧係特別容易出現問題嘅。好啦，咁呢個療劑咧係成因咧就同可能係嗰、那個因為暈船浪嚇。亦都可能是可能周居勞動出現的，咁同埋咧，原來洗衫嚇，有啲人洗咗衫之後咧，係出現自己嘅身體不適。咁胸嘅痛咧，就包括喺左肋骨嚇、浮肋骨嚇、下邊嘅左肋骨咧，有種嘅痛症喺度嘅。好啦，咁呢個嘅療劑咧，其實應用嘅地方都幾多嘅嚇，甚至乎咧係包括癌症在內啊。咁但係就 Dr. Greenman 咧，係呢位醫癌症。好有經驗的早年的同療法醫生啦，咁佢話咧，佢呢個係可以醫到癌症同埋肺癌嘅各方面嘅，咁但係要需要咧係要睇整個嚇，如果整個嘅症狀嘅整體嘅症狀咧係符合咧，佢亦都可以幫助醫癌症、肺癌啊或者肝癌啊呢啲咁樣嘅情況嘅，咁嗰、那個肺 can 咧，其中有一個好得意嘅症狀咧，佢發現咧係。肺左肺尖嗰度咧，就有一啲有一種超即係佢戚下戚下啲痛嘅。咁呢個咧，亦都係一個肺癌啊，或者咧係肺癌嘅一個跡象嚟嘅。咁所以咧，呢個療劑咧係好用啊，好得意嘅啊。咁就但最緊要咧，要睇整體嘅配合。咁佢可以處理嘅問題咧係都幾多下嘅，好多方面有嘅。還有一個地方就是那個梅那個 Meniere disease， 大家都聽過這個節目，我經常都有提及這個 Meniere disease， 通常就是他耳鳴對聲音特別敏感，他對聲音特別敏感，有緩暈這些這類的東西。 OK， 好，希望大家可以有機會是認識到這個療劑可以應用得到。袁医生刚才介绍了的同类疗剂，觉得啱不啱你自己用呢？是不是就是你的灵丹妙药啊？需要的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在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和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是25773798或者2882484。大家亦都可以喺网上订购，网址系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